姐姐她喜欢吃桃子熊，我都要给她吃嘛，不是她连油都熟了，这么怎么讲？我弄得多。哇，你这好大一锅锅的啊！那个早餐。可能是去哪里了？快点，我教你啷个弄。可以要你在外边弄不来呀？姐姐会弄啊。太哥，你恢复了啊？在外头跳。不准出屋哈。把那个早餐签了。不是那边找的，那个砧板。哎，我吃吃嘛，吃了酒对不对？现在张叔老师还要吃酒没呢？嗯。张叔姐姐跟罗大哥吃酒了吗？好吃哈，吃了还想吃哈？嗯。好吃。嗯。看今天我的手，你有没有弟弟手也好玩？慢点加油。姐姐在啃鸡肉，我把那花生头吃，那个是他们拿的，他点的吃的花生。你在煮嘛？我去煮啊，我去煮嘛。花生吃生花生好咸。烤完了，我得吃了。啊？得吃的。哦，要不要吃？我马上拿。排骨又在吃炒了。那个给它洗干净，洗干净，然后弄去烧水煮啊。先弄些炒水，我们来加那么点料，都是大胃王哦。在那里要多久？调姜丝丝来干什么？姜丝丝调的都可以。买那么多芹菜吗？哪里放到那么多嘛？好吃。好吃，还弄得着啊？都是弄些小饭噻。要帮那个爷爷弄的。眼睛那个量高点儿，不是还选的？在那哭。老公，那个羊头是最恼火，其实好吃。好选眼睛。我得看那个煮花馍，能煮起是不大锅嘛？嗯，可以的。那鸡肉段不能煮得太趴的，煮趴很的泡起来它是容易。这个多泡起来，要泡起来它是有点腻的。晓得烧的配菜嘛？姐她喜欢吃配菜，弄那么多，好吃、啊。好大只！弄点大块来泡，先把那些配菜放到脚下，鸡肉再放到凉上，好大块的哈！多少公斤？差不多，姜和蒜，放点盐，那盐莫放多的，好了，花椒，一切。倒完，我觉得倒不完。全部倒完了。倒完了，倒完没了。还能吃点小米椒。倒点白干还好，倒点白醋。那么那顿我泡的好吃哦，你烧出来倒出来就行了。那个味道泡起好吃很。嗯。你试下看嘛。风景起码要晚上才吃呢。哎，中午吃晚上吃，明早上吃它，明早上嘛，来吃吧。放到冰箱头，晚上都可以吃了。
耶，还管不到那样子整的，那个盆儿大的哇。我刚刚那个起了看，刚刚那个起了，啊，都三个。哎，都可以的。嗯、留个心思啊，你留不来嘛？你头发还有啷个剃嘛？哎，对了对了，莫动莫动，把辫子修起都是的。那啷个得了啊？剪了一半没电，那啷个得了啊？那不可能给你给你扯噻。充下电，充到好久？搞快一点儿。我打点摩斯。你把我打的饿死啊！你去，你往头跑一跑，到底有多少个猪肉啊？我看有十八了，几只了？啊！我的天呐！他是正在在放风嘛？放了好多头，你那看电视？你那个鸡肉的，你一共几只的嘛？吃饱了，这个炒菜没吃。炒菜要少油。啊。嗯。你不吃哈？我不要。啊。我不要，我减肥，哪敢那个油？保鲜膜还没撕开，那个味道都出来了。能给你敞开哇，那个味道更酸。你好香好香啊！是吧？那你上个饭熟了吗？肯定可以啊。应该熟的，那个味道那么酸。嗯。爽不爽？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，我念了。嗯。但是这泡久了也不好哈。嗯。快来哟，那是你的最爱哟。好的，汤也烧好了。两位兄弟差不多哈，怎么还不上呢？明天中午，那个鸭儿都弄起来，现在都香，那个至少要泡几天才。我还这么难哟。那泡几个小时可以啊？泡几天了？泡几天还起了？那落了雨了，我弄那土挖起来那个嘛，撒点青菜嘛。那撒点青菜易得噻。我们平常吃东西不注意，那会儿就光那吃青菜。不吃多了。要坚持哦。明天早上都出去跑步了。啊，对了。你也减肥啊？嗯。我超重的呗。你这样才减肥的。长了几斤了？怕超重。那不是啊，那个啤酒喝了最容易长肚子。我长胖的时候跟着你喝啤酒的，要不然我哪来长胖？哎哥，我都吃完了。那还用收起那个点样子？有呢，听话啊，在那边陪。